洞穴中的玲珑宝塔你见过吗？这是位于湖北深山的野人洞。根据当地老人所说，老虎专用的，老虎形象完的，老虎，老虎这个背朝一个，看见了，那个穿纱衣了，穿纱衣了，那种那个老彩彩，看那个啊。就是那个好看，怎么回事？哦，那长得像猴子，哎哎，是的，那种铜钱花出的。就在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探索之时，探路先锋伙伴突然大叫：“有老虎，你小心啊！小心不要被它咬到。”那么此洞还有多少未知等待发现呢？随我一起出发吧。这个应该是野人的化石哈，可以看到这已经完全石化了。咱们看这个石幔，它踩着一点都不滑，因为现在是枯水期，所以这上面的水已经干涸了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，像童话世界一般。中午时期石幔那里有个小洞口，待会儿我们就要从这里进去。和我们继续前进，很窄呀、啊，我们瘦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前面空间还挺大的哈、哦，看这个，一柱擎天，像金箍棒一样。旁边那像海螺。这边是像海螺。这边像水母。啊，像水母，你说像什么就像什么。小心呐、啊，那个前面。粉丝说这个前面有树井，这前面是个大树井啊。哦，漂浮的水珠啊形成的那种石头道，有个石头长得非常有特色，像海参。哦，像鲍鱼。在生长的这个鹅管，这个鹅管大家别以为它是单纯的钟乳石，这个也是一味中药，我这里不方便说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投石问路，看一下。不深，20多米。好，这里给它绳尾给它收住。这里下去差不多是25米左右。好，可以了。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安全的拍摄。哦，打个光。哦，这里就是洞底了，树井的底部并不高。这个底部呢，有一根樱桃木，就是樱桃树啊。这应该是当地砍柴的这个村民呐、给丢下来测深度的，看一下。哇，比萨斜塔，看到没？在哪个位置？这里下去好像也要布绳了，只有5-6米，要安全操作。下来，还有到了。这里有个小洞道，然后我们去那个。看一下，哇，这真的像比萨斜塔，这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啊？要是有野人的话，哇啊，很大的空间，看到没？亮闪闪的，什么情况？空的，空了吗？没。轻一点，别把它敲断了。山泉水。我们进去一探究竟。别动了，那里爬上去就好了。啊？估计还过不久就连不通了。哇，好窄呀、这里。哇，一柱擎天，看到没？那里一柱擎天，像一把利刃，自上而下那样垂着。
现在我们就进入下面的那个大空间。不管能不能发现野人的化石，这都不虚此行啊！看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是不是有感觉？非常的漂亮，有原始洪荒的感觉啊！看这一柄利刃，从这个洞顶垂直而下，好漂亮！再看这个暗河两边的石葡萄，这是什么神仙景色？洞道继续向斜下方延伸着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像这个花瓣一样，一层一层的累积上去的。注意看这个石塔，它是透亮的，看到没？它透着这种血红色，这一整个都是透亮的。所以来看一下，这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太神奇了，这是怎么形成的？告别了这个宝塔，我们现在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这里的石头大不一样了，全部都是透亮的。这里白雪皑皑。前面是什么情况？白雪皑皑呀。白雪有消了吗？这个是透的吗？哇，透透透透透，这个透。钟乳石器是透的。啊，这边也是透的。哇，这个里面好像有骨架一样，龙骨。好，过去看一下。地下暗河是从这里下去的，然后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小裂缝，看来非常狭窄的一个裂缝。待会儿看火猫他们能不能过去。装备脱了。把装备脱了，试一下。在哪里啊？啊，出不来啊！我们进去了呀！火猫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大家说要不要给火猫注册一个账号呢？怎么样看他第一视角的视频？被他们进不去啊，这个裂缝太窄。看一下，现在我来试一下，看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裂缝，0.几哟，但是可以进。你这么紧张，我操！来，你回头找个人再紧张。哇塞！15公分，这太窄了。啊，挑战了极限15公分。这里又有一个小裂缝，要趴着过。地下还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。这里是连通的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里怎么会有老虎呢？你小心啊，小心不要被它咬到，不要被它咬到。老鼠，好多老鼠。好，一个圆啾啾的坑。哇塞，我下去看一下。有一个黑漆漆的大洞，看一下，再去看一下。嘿，哦，哦，到头了。血霍霍，应该是流水了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原路返回了。呀，好。哦，难搞，难搞。你刚才都不见了老虎啊？没有，老鼠。老鼠。嗯。
我说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？哎呀，吓死人！小老鼠。哦，里面应该有白腹巨鼠。现在我们他们从这个狭窄的裂缝撤回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回到了第一道竖井的底部啊，这时候准备上升了。可以看到，这时候为我们演示了是火门儿，这个叫胸身，这个叫手身，这个叫脚踏带，当然还有一些安全护具，这个叫护膝啊。好，我们演示推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踩，靠脚踏带一踩。这时候呢，由于反向作用力，我们的绳子就会向下走，这个胸身呢就会往上去，然后再来一步，如此反复，看到没有？推拉坐，推蹬坐，推蹬坐，推蹬坐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就上去了。这里面的石头真的是千奇百怪，非常的漂亮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，拍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